夏天一来，是不是就喜欢吃凉拌菜？菜市场20块钱六条鲫鱼，弄个凉拌鲫鱼，下的鲫鱼该花到。开始腌料，大葱、老姜，放点猫猫盐，再来点料酒去腥增香，水里放姜葱来烧猪油更香。水开后小火下鱼，教你打一个凉拌鲫鱼的蘸水，先给我点个赞再仔细观看。放点蒜子、调椒、小米椒，少许干辣椒面，调味加生抽。这个鲫鱼好吃的关键哈，就要放一点这个我们四川的青花椒酱，它是比花椒面香，比花椒油又更麻，就是又麻又香的感觉。不管是你打蘸水呀，做任何的凉拌菜呀，都要那一点。这已经是我抓无数次了，还有一半打吧，分量也是非常的大哈，每次用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每次打凉拌菜的时候放上一勺哈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，非常的简单方便吧。我的鲫鱼应该焖好啊，现在一条一条的把它捞出来。妈吃凉拌鲫鱼啊，今天还也这样。有，哎，你尝尝看这个花椒好不好吃嘛？我每次都用的这个青花椒酱，吃了吗？又嫩又鲜的凉拌鲫鱼，现在我已经到了这空调房里面吃啊，太热外面，太好吃了。如果你也想要我的同款青花椒酱做凉拌菜的话，下方小黄车你也可以拍一瓶试试看啊，各种凉拌菜都可以做，巴适得很。不错。